不是，这1.2的新角色也太香了吧，兄弟们！我靠，这个我是真喜欢呀！最新公布的卡里东之子伯尼斯，乔也是伯尼斯，见到你真开心！胆子是一个洞，一杯哇塞，我都想跳1.1了，兄弟们！这个新角色应该是一个火系异常。1.2整个版本就是讲卡里东之子的故事啊。昨天发布的是这个凯撒金，是一个物理防护角色。有点重装女战士那味儿了，但是我还是更喜欢这个伯尼斯，必抽了，好吧？有谁会不喜欢这么大个的喷火器呢？是不是？双持喷火器，这可太爽了，兄弟们！看这边的角色评价，应该是一个性格热情、自来熟。昨天公布的这个就是个大姐头，我就是凯撒，卡吕东之子的老大。以前比利应该是跟着他们的，比利这小子三姓家奴。这么一看，卡吕东阵营在1.2就要全部出场，C 位的大姐头，这边是伯尼斯，那露西、派派，后面这个应该是那个 A 级角色，穿的跟牛仔似的，叫什么来着？游戏里出现过，就是这个男的伯尼斯，脸很幼态，但身材就很成熟了。大姐头这里坐的位置其实应该是伯尼斯的位置啊，但是 PV 的时候头发好像是白色的，怎么到了公布的时候？好像是有点灰绿色，非常的威武霸气、雄壮呀！出场也是骑着一个摩托车从天而降，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他的大招，拿着剑、拿着盾、骑着机车，新世纪骑士。这边这个伯尼斯紧随其后，高跟喷火，必须抽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我就为了他了。两个新角色，你们更喜欢哪个呢？